下报道。当在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份好天，小热天气。过到高落西北雨，同时来看云图。今仔日甲明仔，咱台湾各地偏乌金门、马祖拢是侪份较好天的天气，当然不可能会落阵雨。啊，若过到了后，西半部、东北部各地山区高落西北雨，而且雨有可能会真粗。温度方面，今仔日各地温度拢伫34度以上。气象局早起毛针对台北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甲屏东、花莲这边所在发布高温的警示，高温有可能会超过36度，所以提醒乡亲爱加啉水，预防中暑。